你看现在是台北的时间，待会19点整的时候就会有开那个灯光了。这是针对就是过年然后元宵节举办的一个活动，台北亮晶晶的活动，会有很多灯光，现在还没开始。旁边这是101大楼，这个应该是君悦饭店。君悦饭店，然后呢这个呢，白色的那个杆子呢，上面等一下就会有灯，然后一直延续过去都会有灯的，待会就会亮。我现在趁还没开的时候先来拍一下。然后呢这边有这个，我们过去看看这个墙壁上的东西。这个是希望更好的祈福墙，我们来看看。看，大家都有在这边许愿祈福的，平安健康啦，希望更好，有爱情的许愿，好运的许愿。用红绳子系住，还有金色的绳子系住。这里就是大家满满的祈福，大家的希望愿望。待会呢我就会开直播来拍一小段。大家赚大钱，这个是大家都希望的。好，你看这里就是写卡片的地方。好，请问这个每个人都能写吗？可以啊。好，那我也写一张，谢谢。啊，谢谢。我来写一张哦。希望老福群友，这里要写什么？学业事业。订阅大增，写你的名字啊，意满满。好，拜拜。蔡小姐，好，谢谢啊，谢谢。啾咪，好，我要把它系上去。
糟糕，我就一只手。去那边挡吧，那边挡。一只手真的很难系耶。行，好，来，对啊，来，我帮你下嘛。嗯，都来到这边了。希望给谁啊？怎么办？给谁？啊 ，sorry。这边。小姐，你帮我绑一下好不好？我在拍。可是我也要帮我绑。哦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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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对对，你也在拍。好 ，OK， 好。哎。那我就放下手机，那我们就先录到这边咯，拜拜。